我正想洗一洗自己，洗一洗这个车这个里面啊，洗洗的引擎那些自己洗一洗。别别试，别试火。对啊，我看人家用水喷都没事，我就纳闷。最好不要洗。最好不要洗啊。洗的水容易会产生氧化的。对，那你看那个那个 4S 店，他们天天都在洗那个，我说怎么那里是不能洗的。不要洗。不能洗，对。那些那个做地条的那些洗车，不是也把这个也擦了吗？洗了加速它生锈，那这些插头什么的有可能会腐蚀，腐蚀就接触不良。哦，那是。我那线还可以吗？你看这个车，这是线路。充电都还好。哎呀。5年该换了啊，那个电池。差不多。我是五年多。天冷了就会打不着。不要天冷，我现在已经几次打不着了。没，我那天老婆开出去，妈的那个打不着，我就不在那边。幸好我还有那个东西，那个叫什么气啊？我都忘了，叫什么？启动器。启动器是吧？嗯，对，你要找也找不到。这没有说什么牌子的，也这边没有，不要说丰田不用搞。对，电瓶他们也是采购的。好重的哈、哦。电瓶是有点重。你搬的都很吃力的感觉，都很重的应该是。哎，有很多人自己来，我就看不搞不懂。自己换啊？有很多人自己换的。这也不难，这个。嗯、看起来就不难，做起来就不一定了。很多细节的嘛。算了，还是这样。电瓶弄得好，弄得不好，把东西烧掉就麻烦。对啊，要卡不好啊。对。正，好多人正负会接反。多一些，日本车就是啊，正常换，换了打着发动一下就可以。我说那个什么，我听见什么凌志啊，那个如果换自己就是换的不好，那电路啊要锁车的，有这种情况。凌志也是丰田。是啊是啊。锁音响。锁音响。对。那只能到他们店去弄了。也不用，用电脑锁掉了，用电脑解下就是。那个德系车，美国呢？美系车介于他们两个之间。哦，其实最复杂就欧系了，对，德系的车。德系欧洲，欧洲的电池那个用电线多嘛？啊、嗯。